请市长动作放慢哈，请市长动作放慢。那我们朋友们可以拍一下，就是我们请神还有香炉要呢进神教。
首先快来打声招呼，欢迎我们的蒋万安团长。接下来是我们新人中的主委林天南林主委，我们两个主持啊，这个已经二十几年，主委到现在风光都没有变，依然年轻，脸上的斑还是在。对对对，请给主委一个热情掌声。哇！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士林区体育会的理事长郭明清，郭理事长。那我们我的马蒂尔大使，我来，我来，苏富廷总会长，还有我们所有市府同仁哦，王局长、莫局长，我们两位区长、分局长，以及现场各位与会的贵宾、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好，新年新年之友。今天很高兴再次来参加我们台北国际龙舟锦标赛的即将大典以及龙舟点睛仪式，那非常感谢我们林天来会长。一直以来这么支持我们这样的即将大典，因为遵循古礼，而且我们祈求神灵赐福，能够保佑这一次我们台北国际龙舟锦标赛圆满顺利，一切平安。那另一方面，今年我们国际龙舟锦标赛的规模是全国最大，参与人数最多，总共有212个国家参与，有5100多个教职员选手一起来参与，而且有来自日本、马来西亚、澳洲黄金海岸还有上海等各界选手一起来参与，相信精彩可期。那去年我有参加，我们 有一支市府队，而且我们表现成绩不俗啊，局长说是第一啊，我讲不俗，我有点谦虚一点啊，但是我们今年我也会再参加以身体力行来好好推广这样非常有意义的赛事。我刚刚也问静怡议员有没有要参加，当然首先要恭喜静怡议员新婚快乐，同时参与龙舟锦标赛可以很快怀上小宝宝，加油加油。好，那贤文议员也加油啊，我们希望未来有机会议会可以组个议会队，我们市府队一起竞赛，好好推广龙舟赛事。那当然今天大家也看到背板上有这个 World Masters Game， 我们也很希望大家可以踊跃报名参加，明年这是一场非常高规格的国际赛事，顾名思义就是壮年参与的奥林匹克赛事，而世界壮年运动会里面也有大型龙舟、小型龙舟的比赛，所以我们很希望能够邀请热爱龙舟赛事的朋友，只要年满30岁就可以参与，大家可以为台湾争光，让世界各地看到我们优秀的龙舟选手可以在世界舞台争取荣耀。那最后要再一次的谢谢林天会特别用心支持我们的赛事，每一年的祈福仪式办得非常的成功。主持人说但回敬都没变啊，真的是真的来都笑脸啊，真的精神就好，来拍拍一下好不好，感谢感谢回敬，喜上加喜，相信今年的赛事一定圆满顺利成功，谢谢大家，祝福各位，谢谢市长。等一下我要问一个问题，带三个宝宝比较辛苦还是划龙舟比较辛苦？那我宁愿一直划龙舟。OK， 好，美女，谢谢，听到了，谢谢。好，所以我们今年呢是仲夏台北，壮志前行，所以每一个人呢都胸怀壮志希望拥有好成绩，因为明年的这个壮年的奥林匹克呢在台湾这边了好，我们谢谢市长。那接下来马上呢，我们要移位到点睛的位置，请大家
在这呢，我们现在呢，总共呢有六艘的这一个龙舟啊。那请龙舟部人员帮忙指导一下，就是呢，在东北船厂龙舟队，就是靠近大家的左手边，左手边。那我们请陈队献上手套跟毛笔。好，现在呢，我们先拍个照片哈。好，我们请所有点睛官准备了，准备喽。好，我们现在请市长还有除了所有点睛官，请就位。一点，风调雨顺。First stop, favorable weather. Make a third pull and stop the center. 我们请市长还有点睛官，大家动作可以放慢，让媒体拍照一下。再平，国泰民安。Second dock, prosperity and safety for all. Please make a circle and dock to the center. 好，我们拍一个合照。我们接下来就是即将大典，我们点击仪式就进行到这一边。请大家呢，就是点睛的动作呢，我们拍一个大合照哈。点睛的动作，让媒体拍的合照，捕捉这相当难得的镜头。谢谢媒体朋友们今天这么的热情哦，就好像今天天气一般，好天气，好心情，活动绝对圆满成功。在这，谢谢台北市府所有的这些同仁。提举所有的这些的工作伙伴们，谢谢大家。好，谢谢我们，谢谢市长，谢谢我们前来诸位，我们谢谢市里的议员，还有我们的所有的朋友们，谢谢。那谢谢区长。好，我们媒体很热情哦，现在大家集中起来拍一张合照哈，拍一张合照，点个赞。点赞好不好？我们点睛仪式圆满成功。后面的队伍赞不赞？赞！为自己喝彩一下，棒不棒？棒！媒体都有 OK 哈？没有动员。好，谢谢。OK， 好，我们谢谢市长，谢谢所有的长官这边，我们的点睛仪式就进行到这边，紧接着我们。To June 10 at Delta Riverside Park for 2024 Taipei International Championship. Next summer Taipei, stronger together. 好，我们现在请把龙舟呢，可以开始移到我们的。That you are going to go.The Delta Eye Dragon Bulls to Delta Riverside Park Delta Park. With the lead of and the guidance of the staff. We're going to bring our boat into the water. 好，现在是大家铁汉龙舟队。大家铁汉龙舟队 First team that is moving the boat into the water is Dada Dragon Boat Team. It's a merge of Dada Dragon Boat Team and Iron Man Team for the first time in year 2024.那待会呢，也许呢，就是龙舟呢要下水这一个开始呢，就是拉火机了。好，我们这一个水呢，
等一下，最后呢是高美选手龙舟队哈，那大家不要急，不要急，我们依序的呢来呢，就是下水之后即将仪式哈。那希望待会大家和平公园见，谢谢。等一下，太小了，再来哦，再来。
抗议，后面是墙。等一下，后面是墙。再下。OK， 好。